宇宙超有趣是一个起点，从我们家开始，然后来到了北京。这算是我们很新的尝试，因为我们想不断的突破自己，看还有什么我们是可以再继续努力的事情。演唱会是告五人的快乐全员，希望可以把这份快乐同样的带给你，分享给你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我忘了带伞，等我回家去跟你的约定，说不定就会过期。我怎么也忘了带手机，是在紧张地想要见你，我的发型必须要重新整理。很多人都和你我一样，好像很多人都和你我一样。第一次来北京唱体育场，当然会很紧张。这次要挑战那个体育场，对我们来讲是很真的是要跟他们说一句，谢谢你们来到这里，谢谢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记得来时方向的路，重新开始也不会踌躇。什么是痛苦？什么是祝福？啊，终于看见理想的额度。其实不太严肃，只是遗忘了认真的付出。什么是岁月？什么是旅途？宇宙超有趣是一个起点，从我们家开始，然后来到了北京，然后这算是我们很新的尝试，因为我们想不断的突破自己，看还有什么我们是可以再继续努力的事情。非常开心，你们所有的人让我看到了这个灯海，感觉看见了希望一样。演唱会是告五人的快乐全员，希望可以把这份快乐同样的带给你，分享给你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现在演唱会这么多，你选择了告五人，或许这就是我们相遇的开始。滴答答答答答答，北京准备 One, two, three, go！ 我忘了带伞，等我回家去跟你的约定，说不定就会过期。我怎么也忘了带手机，是在紧张地想要见你，我的发型必须要重新整理。